Hello， 各位牛新闻的读者，大家好，我是哈雷蜜。今天哈雷蜜来到的是船厂中心大楼，其实这个地方是位于日本的大阪的芥金町站的一个有点像台北地下街的地方。那它以前呢应该是非常非常风光的一栋大楼，只是现在因为太多逛的东西了，然后年轻人变得比较少。其实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杂货，或者是像布饰家饰馆，然后如果你想要买一些新的东西回家装饰，或者是你想要开咖啡厅餐厅，这边真的是很适合选购的地方。只是说衣服跟包包的部分的话，它应该是比较偏向妈妈的风格，但如果你是喜欢复古打扮的人，这边应该可以挖到一些还不错的宝物哦。好啦，我要走了，拜拜。